平常骑脚车吗？骑啊。自己的脚车吗？没有啊，就 U bike 啊，就从火车站骑回家这样。从你的火车站骑到家多远？大概两分钟就到了。两分钟？两三分钟就到了。我记得你们不是有那种山坡吗？对啊，就运动啊。可是你骑上去，你家房旁边有环境？旁边就有啦，旁边有一个学校，就再走个100公尺就到家了嘛。是蛮方便的。对啊，还蛮方便的、啊。好啊。好啊。